诶，哇，五星龙珠哎，哪里来的？我老婆给我买的。哇，能不能让我摸一下？不行。切，有龙珠了不起哦。工作累了吧？要注意休息啊。跟你说，我老婆超喜欢我给她按摩的，我就摸一下哈。不行。嘿，亲爱的，没纸了吧？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两年前我给你买过两个包子，当然这些不太重要了。大哥，求你了，让我摸一下嘛。哦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龙妈，你看人家的老婆。